只能是王平跟凤平的故事，这个是高级版的代理，就这么讲的。那还有这个呢，是王室教堂，这个教堂现在哥本哈根市中心根深蒂软，还有那唯一没有的是这个著名的国会大厦克里斯蒂安堂，这个就是现在丹麦克里斯蒂安国会大厦处。那各位贵宾，在哥本哈根市中心旅游的时候会经过这一地段哈，记一下这个这个。现在哥本哈根市中心旅游。那待会儿我们大巴集合时间是11点半。那出口去之前呢，跟好小红去看一下安徒生，小红指给大家出口的楼梯哈，一直现在这个是三楼，一直走到一层，然后找到那个出口处，原路返回，拍拍照片，下一下洗手间，11点半结束就走。好，各位来，先去看一下安徒生哈。对。可爱哦。这边啊。